亲爱的宝宝妈妈和宝贝们，晚安。今天我们继续为现在的肺炎疫情祷告。在诗篇94篇16到19节这样告诉我们，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？谁肯为我站起来抵挡作孽的？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就住在极境之中了。我正说我失了脚，耶和华啊，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，我心里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，就使我欢乐。是的，我们常常会软弱，多忧多疑，在这样的时刻更要来祷告，求天父帮助，战胜心中的恐惧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。大有全能的阿爸天父，你是大能大力的神，胜过一切威胁我们的，信靠你就能把所有的害怕除掉，因为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得到永生。祈求天父特别帮助生活在肺炎疫情高传染区的人们，让他们在面对不知道何去何从，又心中充满忧愁和烦恼的时刻，能够得到你的安慰。求你用平静笼罩每个人的心，扶持他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拯救者，愿你保护看顾我们不受一切的惊慌恐惧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